我这个巨星朋友就许愿说，他很想吃到一家天妇罗。我不认识的餐厅，我也敢跟他开口。我就看到我有个朋友去吃，这条路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让我讲完。结果在定位前的一个礼拜，我那个巨星朋友说，啊，我不能去了。我自己对着88.64万，我心想完了完了，你谁去凑？我会给你，我会给你。不是你啊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